勇均今天在竹东镇的下员山路，影片摄影下员山普天庙，白衣大士妈祖娘娘祈福绕境，绕境队伍起驾下员山路经竹中口以及到公道五路，尤其队伍中有正妹九龙太子之精彩画面。朋友们好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点按小铃铛，感谢你。
朋友们好，影片结束哦。影片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影片，分享、按赞，感谢你，拜拜。